感动应援团，每集带你认识一群热血的运动少年。我的滑球是这样的，并邀请一位超级神队友为他们加油打气。套空手手套位置哦，增加困难度，挑战一点。从他们眼中可以看到对棒球的热情，最初的那种对棒球的渴望的东西。